形象专家，这真的是可以一直常喷在身上。你觉得这是 OK 还是不 OK 呢？请举牌。啊，这中间什么意思？很多人在使用的过程中都不知道怎么如何正确的使用，然后呢，有时候会常常过度的使用，像那个贴的部分去避免它痒的话，通常会含有一些药物。我们最怕的药物就是类固醇的含量，那在小朋友身上会影响到他的内分泌的一个发展，可能他会跟你限制说你一次最多只能贴一张或两张。可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他被叮了好多地方，好可怜，我就一次把地方都多贴多贴的一个情况。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部分，在贴的过程中，很多人会忘记一件事情，把局部先清洁干净。很少人会在抓痒的时候，你说少这个动作，擦药之前先把它清干净。没有错，一直发觉到它痒，可是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叮咬到它，或者是要碰到什么东西是过敏的，它可能还有一些残留在上面，或者还会有一些菌在上面。你要把东西敷在上面之前，你要把它清干净才能敷上去。要先酒精消毒，一定要酒精消毒，或者是清水先，至少要。洗过之后才能够贴。小朋友如果被虫虫咬之后呢，我们最怕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是过敏，因为你会发现有时候你咬明明就小包，它咬就好大一包。那是因为它的过敏反应。老实说，过敏反应有时候没有用办法用这个贴贴是没有用。贴上去之后，有一些是有帮助。为什么我举一半？是因为小朋友的伤口最怕他把它抓到破掉了，会感染。对，所以贴上去的好处是，他们通常会觉得很有趣，就只会看图案，他不会能抓破它，所以还是有帮助的。对，刚才喷那个环境的部分的话，要特别去注意一下，因为。有些是含有那个菊花的萃取物，它对人类是不会有杀伤，它会有点香味。可是如果你的环境有宠物的话，它会致命。对，你要很小心，有养狗养猫的，你不能在环境里面。很快丢掉，我就是有一个病人，他就是真的就是因为就喷了这个之后，把他们家的狗杀死。张妮，你有什么你觉得很厉害？我们平常很容易就是拿纸的时候，是不是割伤？对，然后或是我们自己在那边夹那个离子夹，然后烫到额头啊，或电卷棒烫到，然后这就紫云膏，我觉得很有用，因为就是稍微这样子，你看又很好携带，然后就。用在你的烫伤的位置，不管是烫伤、刮伤、擦伤，都可以用。不然就是像这种什么液体 OK 泵嘛，就是有时候就是这种有没有？你只要有一点小伤口，然后你还要洗澡或什么，就直接把它涂上去。所以这两个专家觉得，哦，马上举手，不行吗？你抹的或者你手上拿的这些东西其实都不是无菌，它本来就含有菌，因为你用过，你拆封之后你用过第二次，它上面就有留细菌在上面了。第二次你在用的时候，它你就把细菌带到那个伤口上，所以这个部分不管你有没有冲洗干净，你用的那个东西就是已经有带菌了，所以你会导致一个感染的风险。如果你烫伤的时候，最主要这个部分你还要去冲，一定是冲脱泡开送，对不对？冲要30分钟，一定要30分钟。很多人会忽略掉冲的这一个部分，直接就说我就抹上去。然后另外一个伤口的部分，真的要说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。我们曾经遇到一个病人很夸张，他伤口的确是比较大了一点，他把那个伤口剥开，然后把那个挤到那里面去，像个做。我这样就可以比较好吗？可以止血，就这样可以止血。那个黑墨酱呢？结果它就真的就是凝在里面去，连那个血管都把它凝固，所以那个伤口根本就没办法，也没办法清。你那患者应该做装潢的，他以为是用那种吸力控封胶，就是把它封，他就把它当做像吸力控封胶那样把它封上去。完全是不对的，真的。大文，哦，你今天摆摊是要卖什么？哦，对，我家还有一个产品，因为我最近就是在玩那个走路的游戏。走路？你说皮克明吗？皮克明，我也是。走一趟吗？很酸痛，所以只要看到贴布，一定马上买下来。Oh my god！ 你买太多了，你买太多。而且你这个是各国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有日本的，这药效好。然后大文走的是泰国路线了，也有比较偏点泰国的种，有真的。但是我最推荐这个，对，真的吗？真的，这个不得了，我跟你讲，这是哎，我看这个很奇迹，奇迹，因为他会跟你说根据穴位来贴。我也要，我也要，一模一样的吗？哎，谢阳，谢阳，他贴好用，不舒服。我脖子有点不舒服。脖子嘞，就是脖子哪边？穴位在哪？我们都是家庭医科的，对对对，有没有？这个应该没过期吧？没有，你是
可是你贴我的，我的比较保险。有一点凉凉的。我们以前用这种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跟你讲，女生用这个，她这边这里的毛，整个撕下来你就会哭。然后后来我在日本也是发现这个，然后重点是它可以贴下面一点点，然后可以针对你的穴位去贴。可以帮我贴上面一点吗？这个很舒服的是它的那个到最后变成烫，你知道吗？烫超发热，对，它来了，它这里有写发热，很羞是。哦，它可以当冬天的时候当暖暖包，温感贴一圈真的很夸张哎，这个真的是可以这样贴的吗？专家又不行，哦，刚被贴那么多，没有一个人在场看得懂它上面写的成分，成分不明哈。第二个，像它都已经贴四三四遍几遍，你根本不能一次贴太多遍。我相信它有效，但是有时候有些人真的会贴很多遍。我曾经有一个30岁的女生，她真的就是很痛，从肩膀痛到她的腰部，她就真的整个就这样给她贴下去，贴了十几多片，是多快20了，对，然后他就一直这样子贴上去，一次就会贴这么多，结果他的浓度过高之后，导致他急性的肾脏衰竭。很多人不知道它上面会写说它的穴位什么东西，可是你有些会以为说这么多这么厚一片这么多的话，是不是一次贴完，还是说每个穴位都要贴？一般来讲，这些不管是酸痛的药膏或者这些贴布系列，它里面含的东西大概几大类，一类就是以前就是主要是发热用的，你一定想要滴狗辣椒膏，对，活辣椒膏，对，它里面的成分可能就是让你比较温热，可以活血这些东西。可是比如说像大文的买的这个里面，哦，这个就酷了，它是含有这种我们叫做这种精皮吸收的消炎剂，也就是说有一些它的酸痛药膏，它含的是我们所谓的非类固醇的止痛消炎药。你知道有些人对这些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是过敏，它过敏可以多严重呢？它过敏可以整个眼睛肿、嘴巴肿，甚至连喉咙都肿起来，变成休克都可能。之前啊，有一个老先生，他就每天都贴哦，他贴贴贴，有一天他就是农夫嘛，突然间就晕倒，晕倒送医才发现什么？老先生呢，他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缺血，然后他其实非常严重的胃溃疡、胃出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等于长期在吃这种非类固醇止痛消炎药。那这种呢，有些的某种的剂型是很容易造成胃溃疡、胃出血，所以他是因为等于是急性的胃的大出血，差点就死掉。那我想问，如果是像那种磁石的那种，我们就可以贴吧？它应该是没有药的成分，它是物理性的相对，那个可以吧？那个可以贴很久，我觉得很。我觉得你们那个都是化学的，我这可能叫你那个补水吧。你们知道还有一个更好用的东西，就是百灵油，大家听过吗？对，酸痛是不是就擦一下？然后有时候提神有没有很万用啊？这样用一下人中啊，或是想睡觉的时候头痛的时候太阳穴，然后肚子痛一下抹一下肚子。而且我最近发现它一个很神奇的喝法，就是它可以加入，它是用喝的，它其实有时候它可以，它可以加入热水里面喝，它可以喝，对，他们在中国的用法就是，对，我先问一下，因为真的有人这样喝，稀释喝它，稀释可以，对，不是单喝，是滴一滴。我约莫认识大概有3-4个德国人，他们说他从小到大没有看过这个，也没有，也没有用，哎，没有。买的，所以本地人不用。我想问一下，那个医生跟专家们是真的可以这样喝吗？不能用。哦，有一个中立。中立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也买过，没有。有喝过吗？有喝过吗？我印象中它里面应该有一些薄荷醇。对。那薄荷醇第一个是对某些体质，比如台湾有些客家人，他可能有一些这个蚕豆症什么的，蚕豆症地中，不知道能不能吃。第二个是有些人会说啊，那凉凉的在小朋友胸前大大的涂，他会觉得呼吸很凉快，对不对？其实小朋友也不能用大面积的这种薄荷醇，对他们身体是有问题。薄荷醇的部分是里面的最大的一个成分，所以它写在第一点。对。但是最近有些人会发现，它不是只有薄荷醇，它还会加酒精的部分在里面，所以你要很小心注意，有些人还会对酒精过敏的。就不要去碰到这一块。那我曾经真的有遇到一个，他刚好是从德国
富兰克福的机场的部分要飞回来台湾，在飞的过程中他就觉得头晕不舒服想吐，然后他真的就吐了。大家飞在飞机上面回台湾的都有欧米亚给，就是就会买这个东西，所以很多这个东西，然后他就说那不然你试试看。好，那这个女生呢她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她到底能不能用，她从来没用过，所以她就开始磨，刚开始觉得还好，所以就多抹一点多抹一点，然后就开始就不对了，她就觉得好热好不舒服，马上就出现就整个下半脖子跟下半脸的部分，他抹的地方全部都红肿，然后就赶快把他带到厕所里面，赶快给他冲洗。可是冲洗完之后，他的那个红肿已经变水泡了，严重到就变到水泡。那回到台湾的之后，他就是被皮肤科发现他就是过敏的到天疱疮的地步，然后这个天疱疮那个水泡之后，就导致永久的疤痕。那我就有点毁容了，就留成永远的疤，就像烫伤的脖子下半脸这个部分，就要特别去注意一下。如果你对这个过敏，要很小心。能让你知道说你不会过敏，会不会对这个过敏的话，放在你的手臂内侧的地方，稍微一点点先抹一下，这样子，对，一点点先测试一点点，留5到10分钟。我建议，如果你本身是比较过敏体质，留到十分钟，去看看它会不会有过敏的反应。但是这个只是外表的使用，并不代表你可以内服它，所以要特别去注意一下。你喜欢我们这一集介绍的内容吗？现在要做上的是按上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跟着我们一起 chill chill。快点按赞，这。